客官，今天人多，让您久等了，您多包涵。没关系，燕都好久都没这么热闹了。是啊，事关皇室秘闻，谁都想知道真相。而且，圣上和广定王，谁是真龙天子，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个大梁百姓的命运。是啊，如果双方再打下去，遭殃的是百姓。是啊，还有半炷香，论战就开始了。 魏广当真不来了？将遇良才，棋逢对手，这场论战没了魏国，可是太没意思了。谁来都一样，事实如此。广定王就是养子，名不正，言不顺。